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测试的关卡是《英灵降临火》，超级的关卡。可以看到我用的是美女与野兽的组合，因为这个组队比较多人使用。应该说这卡牌取得比较容易啊，所以才用这样的队伍来打。爆发的队伍就不解释了，那个功力到一定程度的高手应该都蛮轻松的。开始可以用这个精灵来出击啊！小心不要打死。三康波应该不用到三康波，两康波应该就够了。差不多。好，剩下就出击，这就解释一样，就是一直出一直出就对了。那天降我就没办法控制了。但这个都可以偷转，因为我有两只黑狗。不用白不用，反正我的主席第一台是空在那边。我靠，这是怎样？哦，攻击力12527。比 BOSS 打的还多，有点夸张，不知道游戏设计蛮怪的。那就是那两只先把它处理掉就对了。不过 CD 还蛮长的啦 ，OK，CD 4以上，最差也是遇到 CD 3而已。好。先 K 这一只，这是第三回合的样子嘛，对吧？对，所以我可以先偷开一下，这样比较快。哎呦喂呀，差点撞到！哦，因为我只要 K 掉一只而已，所以我刚刚那 combo 不能做太夸张了。这边也是少一缸，哎呀，天降！你看，这就是哦，他还活着就好了。这天降啊，做一掉四，这个夸张。现在是怎样啊？很流行一直天降就对了。没关系啊，我出满 CD 啊，又来一只。又要再来一次，什么？这是烟哪出啊？哇！消到全体，危险！因为第六关会遇到那个沃德，哇，这个 CD 2的哦。有夸张了，一定要这样玩吗？一次给我全扫掉，靠，还不能开技耶。只能这样啊。接下来就看各自的功力了。因为旁边的两只20万了，所以你一定要够打回来。
啊，这一只一次打40%，哦，两只黑狗就尽量开了。这边当主机也无所谓，40%还可以接受。只是暗狼我要重处了，好一个3-5 combo。兽队尽量要用这种方式去转，然后又来了，不要再天降了，刚已经降很多次了。运用康博盾来除息掉。运用康博盾来除息掉，但我没说过。我刚摆用康博盾除息掉加绿珠的，结果现在台面上够大。好，哦，我这边的打法我看一下哦。我靠，1、2、3。杂猪不够多，1、2、3、4、5。这样应该是可以。我现在就是用手动叠珠的方式，所以手动叠珠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。哎，奇怪，烧哪一颗？哦，这一颗。因为它五回合可以让你用了，所以你自己在做手动叠珠的时候，善用那五回合就 OK 了。看一下哦。先过来。差点害死自己。玩这次防御力太高啊，我比较没有把握用正常打法去打，所以用手动叠珠的方式去打，就是平民的手动叠珠啦。这个叠法稍微看一下，应该会叠珠，应该都还 OK 啊。
哦，这边的话，这一只还好，这一只可以用它来除 CD。哦，我的习惯是这样，因为它强化盾才会受伤嘛。我们可以先转这个来偷补一下。哦，用这只来除 CD。因为它有三回合，所以补起来还算蛮轻松的。我记得在削猪的时候要留意一下，不要削到五连，五连就有强化猪了。强化猪一出来你就没办法出击，哎 ，OK 了，都满了。那就我不急于攻击。因为台面上猪分布的不是很好，我就不会急着要打。好像现在就可以把这个五颗的做出来了。然后争取一下回合数，一样我还是没有要攻击，因为血只有14万而已，还蛮好打的。好，哦，没打死无所谓，没打死我们再补一次。好好运用他那三回合。一样，我还是偷补一下。把那个留在左下角，有没有？那我再在这一回合做攻击。我制造出一个强化猪，不知道有没有看到。那强化猪是用来打下一关网用的。CDE 漂亮。CDE 台面上暗猪不是很多，可是我觉得要绿下嘛。可绿下我要开始补血。好吧，绿一下好了，新猪留着。嗯，新猪留着，结果被我削到一组。看到我残血很低。一回合，所以我一回合我把它补满了。
那个安珠还在，我看到。哦，这时候猪够多了，我决定这一波攻击。但是这只狼，这只我不笑，我直接开这只就好，因为只有三颗光珠，所以没有意义。我看一下这个台面啊，二三四。应该 OK。这样比较保险。还没 K 掉，这是收队的悲剧啊！哦，所以如果压王出的话，可能就会好很多了。不给五颗呢？安珠不要笑到，安珠一定要弄五颗凑出来再说。换凑光柱可以。好，能速战速决，趁现在了。去十八，非常好，预计当中。掉卡片，非常好。不过我已经有了，所以没差了。哦，只是做一个打法示范。哦，以上这就是妖兽队的示范，谢谢大家。妖兽队吗？不是啊，美女鱼野兽的示范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